也很好。中间方向，投手这边的一个 comebacker 怎么来怎么回。黄杰希这场比赛进攻端也敲出了个人的第二支安打。走了，打者有出手，一垒方向的滚地球，所以是一个打跑。还是有推进一垒上的跑者上到了得点圈。这一颗球传闻姐真的是高拍。他已经打完之后都已经旋转跌坐在地上，再看一下红红跟瞪大的双眼，所以到底是谁？右半边平飞球被接杀，哇，魔音。这个时候打得非常强劲，子弹般的一个平飞球啊，被王以诚给没收进手套，那就有对决的机会了。捕手跟外角打进了墙内右半边，二垒手拦截之后呢，传向一垒，完成了四传三的刺杀。